Hello，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尚恩带你上车，我是 ETtoday 车运记者尚恩。主跑车线呢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玩车则是不长不短的15年，不管什么车我都爱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哦，这一位呢是有超过16年资历的资深汽车媒体人 ，Game 上有车赏媒体执行长，汽车谈话节目的固定来宾叶宇中小叶。尚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叶。小叶在上一集呢已经和我们聊了这个MPV 和 SUV 到底该怎么选哈？那相信呢，这个会听到这一集的朋友呢，应该是上一集都已经做好了决定了。哦，用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去评估出自己比较适合买 MPV。那所以说呢，现在呢就要来看看，到底这一阵子这么热门的这些 MPV 车款，他们各个优点在哪边，然后特长又在哪边？好的。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一样先跟大家讲，今天会谈哪几款车哈？这些车呢，接下来的这个顺序。我是按照价格去排的，都是用入门价去排。那首先呢，第一个是这个 Kia 的 Carnival， 那第二个呢是 Honda 的这个 Odyssey， 那第三个呢则是 Toyota 的这个 Sienna。没错，这个顺序看下来，大家就知道到底谁入门来讲谁贵谁便宜了哈。那首先我们就从这个 Kia 的 Carnival 来说起哈。好的，那 Carnival 呢，它的这个入门价是 149.9 万，没错，然后一直到这个 215.9 万，范围好大。对，它的 range 相对是大的，而且它是提供最多种车型选择的，它总共有6个车型。高低的车型的主要差别呢，还是在一些便利配备的部分，配备为主，动力都一样。对，动力都一样，他们动力都没有差别。其实今天这三款，大家动力都一样，对，就是都只有一种动力选择，然后这样比较简单。对，然后透过一些配备去做出区隔，这样子。没错。如果说入门的车型，它可能就少了电动滑门啊，然后没有免钥匙系统啊，对，然后电动窗的这个一键启闭，对，然后还有萤幕的大小，对。那另外在外观的部分的话，奢华感也会有一些差异啦。比如说一些外观的套件啊、装饰啊，然后还有车内的绒布椅或皮椅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后方盲点防护哦，在低阶车型可能也是没有的。没错，因为有些买 MPV 车型的人，他其实会蛮在意就是第二排的豪华性、舒适度。对，舒适度。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这个第二排如果是那种最豪华的是 Ottoman 座椅的话，他只有在215.9万的顶级车型才有，唯一一台破200的等级。对对对，它是唯一一个破200的等级。在动力的部分呢，它是搭载了这个2.2升4缸的柴油引擎。那可以输出202匹的马力，以及45公斤米的扭力。对，那搭配的是这个8速的手自排。没错，必须老实说 ，Carnival 这台车我还没有看过实车。哦，对，但小叶应该已经看过实车。我有看过了。对 对，跟你讲的都一样。好，我们下一台。不行，我不能这样，我就不是来没有发挥来宾的功能。对啊，对。好，其实我说真的，在 Carnival 这台车。在台湾其实蛮有历史，如果以前大家还记得有克莱斯的那种 Town & Country 那个年代，其实 Kia 的 Carnival 在台湾一直都就有在卖，是，只是因为我们知道 Kia 这个品牌离开过台湾再回来嘛，是。好，那所以他进了这一款全新世代的 Carnival， 如果大家在听的同时赶快上网去爬一下，我们就知道这台车真的很好看，是。好，对，他用全新 Kia 的设计语汇，你会发现哦，跟其他的两款车有很明显的不同，是。它看起来的线条比较直，比较刚，比较前卫。那质感我相信绝对不会输我们刚才提到的 Honda Odyssey 或者是 Toyota 的 Sienna。 那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哇， Kia 这个车其实你看了，我们刚才第二台比较便宜的是 Odyssey 嘛，162.9万，那 Carnival 是149.9万，大家会觉得说，哇， Kia 现在这么赶，跟 Honda 这个卖的这么好的车竟然只有差10几万。是，大家不要忘了Carnival 它的 size 不是 Odyssey 的 size，对，它的 size 是 Sienna 的 size， 也就是说它比它大很多，它是破5米长度的一款车，是，所以它的空间表现绝对是很好的。而且我记得它国外是不是还有四排的车型？对，国外因为他们因为台湾法规这种车最多是对9个人而已，那国外其实是有10个人以上 的座位配置，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空间基础有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因为它是配柴油引擎，那有人可能就认为说这种车比较强调安静啊、舒适，那其他两个都是用汽油引擎，那你柴油引擎会不会吃亏？如果大家有开过，因为我们都有开过 Kia Sorento 嘛，是，因为他们这个是同一颗引擎 2.2 升的新引擎，我必须要说这颗引擎除了你在车外听是一定有的啦，你基本上在车内你只要享受这个柴油引擎的扭力就好，是，
你是听不到它那个柴油的运转声音的，是、哦、其实是厉害的一颗引擎。除此之外，它也是唯一一台，它是有座椅第二排可以往后，哦，你看你可以面向前面，你也可以像坐台铁一样，对的，往后。不过它不是像台铁这么简单，就是翻过去了，对，它必须要把第二排往上拆。往后翻，再放下去。是，对，它在操作上确实是没有这么便利，但是它也是唯一有这个功能。对，我还记得那前几天在发表会的时候，我们有去看，他们现场就有 demo 一台车，他把第三排拆掉，对，第二排三个椅子嘛，中间那个是可以翻折，他把它变成像餐桌这样。关键是呢，第二排其他两个在坐的椅子，他把它往后翻，然后把后箱门打开，上面粘了一个投影幕。再把那个这种现在很多这种蓝牙这种无线的投影机放在我刚才说两排中间那个翻折下来当桌子用的桌子上，就等于你就是一个车内的，对不对？一个行动的电影院的感觉，行动电影院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打趣说，哇，那买这个车你应该要送一些什么 Netflix 的账号，然后还要送投影机，然后还要送投影布幕这样子。真的很说真的、啊，当然用的可能是在录影的时候才会用到，但是你看到这样子的空间的 demo 给你看，就觉得哦，这个车。好像脑中就很多想象画面，就很好用哎、欸。对，除此之外，刚才上有说到说，你说那种标准第二排最奢华，比如说你座椅可以调整，还有腿靠啊，还有扶手那种很尊荣的 Ultimate 的这种第二排座椅的车型版本是超过200万，也就是215.9万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哇 ，Kia 这个车卖200万，卖得动吗？那天在记者会的时候，他们的 Kia 的人就有说，他们当现在目前所说到的这么多200多张260张嘛，我没记错的订单有四分之一就是这个车型，嗯，代表说其实现在 Kia 这个品牌也好，或这个车的实力让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买这么昂贵的车款，破200万的一台韩国车，你看可以想象，而且它是整个 Carnival 这个车系都标配 Level 2的 ADAS 系统，所以代表说它的产品实力其实已经让大家可以忽略一下它这个原本在台湾相对比较弱势的品牌实力，是因为毕竟它是就是小月刚刚有提到它是曾经离开过又回来，对对，其实这样的品牌多少来讲它会有些劣势存在啦，没错，对，因为除了你要重新建立你的品牌形象以外，当然消费者信心也会有一些会打上一个问号嘛，因为毕竟你曾经离开过，就像你跟女朋友分手再回来，可能一开始哈有些磨合，你说吃回头草的意思，这我没经验，你说说看吧，我也没经验，对，但因为 Kia 不得不说，因为现在这个森纳美奇亚他们确实是这一方面做的不错，确实，对，那从经营到现在应该也有个快接近10年了吧，嗯哼，对，我记得他们回来是不是快10年，应该7、8年有了，有，对对对，那确实从一开始大家的心理问号很多，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愿意花200多万去买他们家的车子，没错，对，所以显见确实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对的，嗯，对，不管是在产品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品牌形象也好，确实，对，那所以说这个 Carnival 它确实是空间是非常大的，嗯，然后而且它是今天讲的这三部车里面，它的空间弹性运用是最高的，而且是最便宜起价，对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第二排座椅可以直接，因为它除了可以翻转以外，那可以拆嘛，所以就代表说你可以拆了，然后把它拿出去这样子，对，因为我有看到它在国外还有一些范例是说，如果你想把它当做就是有点商业使用用途的话，它也是可以胜任的，因为它就是可以把第二排给拆走，就当做两人座的商车嘛，对对对 对，就座椅就放你隔壁邻居车位上就好了。但座椅拆下来要小心，因为它真的蛮重的，真的蛮重的。对，因为汽车的椅子这种东西，它并不是像我们坐这种椅子一样，因为它要考量到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所以它重量相对是重的，所以在拆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去闪到腰，对，因为我这阵子，喔，因为我这阵子差点就闪到腰。最近常闪到腰，对，okay ，然后拆下来椅子一定要收好，因为那椅子好像听说蛮贵的。对啊，你要回来发现椅子被干走，对对对，是蛮麻烦的。对，然后而且验车的时候，你的椅子要装回去。哦，对对对，你的座位数要跟你的那个行照是对的，车怎么来就要怎么给他验，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有比较大的这个弹性空间使用需求，又或者说你的预算稍微是比较有一点考量的话，或者说你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不一样的东西的话，其实 Carnival 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项，值得走进展间，是，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近年也是卖的算风生水起的这个 Honda Odyssey， 那 Honda Odyssey 呢这一次改款
款后呢，它的这个入门价是162.9万，然后到179.9万，那总共有三个车型哈。那价差的部分呢，是反映在这个盲点啊，或是环境的影像辅助，还有这个自动停车的功能，然后转向头灯啊、卫星导航啊、天窗啊、电动滑门，然后以及椅子的形式这样。它的第二排就是一样那种最顶级的，有扶手、有腿靠，然后可以躺下去的这种座椅，他们叫做极尊龙全舒展式舒压座椅。这些原厂真的是文主的，一定要这样子弄我们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说很爽。哦，我懂，我有画面。而且你知道它又是日本品牌嘛，所以就会用那种、哦、对比较汉字的东西。哦、对，那这种最高级的座椅是在这个179.9万的登峰版七人座上面提供。对。那它的动力呢一样哦，三个车型通通都是搭载这个 2.4 升的四缸汽油引擎、嗯、那可以输出175匹的马力跟23公斤米的扭力，對，那搭载的就是他们这个 Airstream 的这个 CVT 无段变速箱、嗯、啊，对，相对来讲它的劣势我觉得就是在动力的部分、嗯、对，因为它的动力输出是今天这三台里面最小的，最斯文的，对对对、嗯、最斯文的。那因为 Odyssey 其实我也开过蛮多次的、嗯、对，确实它那个动力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比较热血的，然后那就不要买 MPV 但是你又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对，就是你不得不买 MPV 会有一点，这个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满足，对，它的输出确实是相对比较稳一些些啦，对对，但是呢其实相对来讲又有另外一个它的优点，你说说，它的车长是今天这三台里面最短的、啊、如果你像我们上一集说的，你家车库可能没这么大的话，对、嗯、那其实 Odyssey 就会是一个很适合选项，因为它的车长是 4845mm、嗯、4.8 米半左右啦，对对，那所以说它在市区穿梭啊、巷弄啊，它其实是很好用的，就比一台 Camry 还短了、对、嗯、对对，差不多差不 多, 差不多，对对对对、嗯、那虽然说车长短，但是汉达他们近几年一直主打这个空间最大化 ，MM 巧克力思想，对，不是 MM 思想，对对对，就是机械极小化，然后空间极大化，所以其实它的空间表现，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确实，对它，不过它在这次的改款中，我觉得主要是在于一些细节面，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完之后，我在我自己的报道里面，我有写说它其实算是小改，但是如果你认真去感受的话，有些面确实会让你比较有大感受，然后发现它其实还是蛮有进步。第一个是他们车头，你会不会觉得它好像变得比较不像以前家庭感，比较商务感，因为它的水箱护罩比较直挺的。对，他们会希望这样的改变或多或少能不能吸一些商务客，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了，因为毕竟它的车身尺码，你在空间上的运用还是没有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Carnival 或是 Sienna， 甚至还有什么 Toyota Alpha， 还有 LM Lexus LM 来说来的这么的好用。它还是以家庭为主，我个人觉得啦。那除此之外，它的内装的部分呢，也是透过一些比如说仪表的液晶屏幕的改变啊，或中控台屏幕的放大啊，然后手机功能的整合。用起来方便以外，还有不要忘了，就是台湾人在车内最喜欢做什么？我很怕你回答的问题，我不要回答好了，这个有点危险，我不要回答，我听你说。你喜欢的跟我不一样吗？对，我听你说。我是说喝饮料啊 ，OK。台湾人就是一个手摇饮大国嘛，对不对？他就是强调说，车上总共有11个自备架，但他坐得了这么多人吗？所以会有人一人喝两杯，对不对？哎、欸，我左手咖啡，右手威士忌啊，不是、啊，右手就是绿奶盖，对对对，就每个人不同而已。所以，而且你可以发现呢，像他在驾驶座的附近，他的左侧就多一个隐藏式的自备架，是按一下就弹出来就是一个自备架。副驾驶座它的那个除了一般的手套箱以外，上面还多一个掀盖式的手套箱，里面还有一个 USB 的插座。嗯哼，那你如果是比较好的登峰版的版本的话，你在前排的中间还会有一个中央扶手啊，中央扶手空间很好放以外，后面还会有两个 USB 插座给后座的人去充电。是，所以你看我刚才讲了，那除了11个自备架以外，又有4个基本 USB， 那还有 12V 的插头。然后刚才有说一个，像上一刚有说到一个说它的空间运用嘛，第二排是那种，如果是你是选登峰版的话，七人座它后第二排是个 Automan 的空间，那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如果大家有去体验过 Odyssey 这台车，它的第三排是可以收纳，不用拆下来。对，它收纳之后，第三排就平整了嘛。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把第二排的滑轨最后面会有一个铁片，对，把那两块铁片拿起来。对。哦，因为很多媒体在试的时候一直推不，一直推不过去。我说不要再用，我那个铁片快坏了。把那两个滑轨上的铁片拿起来之后，你第二排座椅可以推到最后面。对。那时候我当时
把这个功能机制调到定位的时候，我就会瞬间觉得说我赚到了200万300万。为什么？因为那个空间表现几乎就跟 Lexus LN 的四人座几乎一模一样。是四人座车要500万，对，阿德斯这台车170几万而已，你是不是赚到了200多万？真的，那个空间真的是大，只是说唯一的缺点是人家的500万的车可能它的座椅是电动调整，是那 Odyssey 全车都是手动，但是它的手动的指它的那个指示也好，操作的界面我觉得都很容易啊，是而且它除了比如说头枕可以上下嘛，那椅背角度可以高低调整啊，然后腿靠以外扶手，它连那个椅背啊上半部那个上椅就是上背的部分它也可以做独立的调整，是我真的觉得用就手动角度来说，它真的是一个我找不到什么可以挑剔的座椅了啦。是，所以说它取那个名字，我觉得真的是取得很好了哈。极尊龙全舒展式舒压座椅，你全部讲完，你大概也调到应该的位置。对对。那因为它那个你说的那个第二排往后滑的那个功能，其实在之前的它改款前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对啊，对啊。哦，那个坐起来真的是很爽，真的是很嚣张的，必须要讲。对，我每次都跟朋友讲说，你把它调到那个位置之后啊。你想要踹前面的人，你是踹不到的，踹不到。对，像我就是身高183，我想踹是真的踹不到，真的。对对 对，我觉得姚明应该也踹不到。对。不过这次还有一次一个重点是说，是他说改款他不是他说换轮圈嘛，虽然说尺码是一样，但是他换了一个对于轮胎噪音隔绝一个还蛮有用的一个轮圈。所以说你在开的时候，如果你是前任的车主，你去体验小改后的 Odyssey 的话，你会发现它在底盘下的轮胎噪音的隔绝比以前好。是，但是也蛮多的媒体有体验过，发现它其实在上半部在风切声的隔绝方面没有太明显的进步、啊、是，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好一点。那可惜是，如果你可以针对这一点再好一点，然后比如说再来一个电动座椅。比如说再来一个前座椅背后的折叠餐桌，是、哦、那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死角了。对对对，所以说 Odyssey 它虽然说是动力比较小，然后车身尺码比较小，但是它的优点还是非常多的，还是在的。对 对，而且它一个关键是它没有直接对手啊，对，在它这个尺码来说了，是、是是，所以说这个 Odyssey 在接单的表现上也是非常亮眼的、哦、所以看 Carnival 会不会给它一点威胁。嗯、有竞争才有进步啊！是的，是的，是的、嗯，对啊，因为你刚刚说 Carnival 他接了200多张，260张，对啊、，Others 也是接了破千张，哇塞，对对对，大家都这么想买车，没有，其实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嘛，他有一点算是处在市场真空，对对对，优势啦，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Others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确实，对。那再来呢，我们就来讲到这个算近期也是非常话题火热的这部新车，就是 Toyota 这个 Sienna、哦嗯、那 Sienna 呢，它的入门价是222万、哦嗯、那另外一个车型呢是279万、哦、它其实就两个选项而已、嗯、那其实它光起跳价就已经比另外两台高了不少了、嗯、对，因为它的起跳价已经比 Carnival 是最顶级都还高了、欸、真的耶，对啊，因为 Carnival 最顶级215.9，故意的吧故意的吧，对，然后而且你看它那个顶级车型要到铂金版嘛，顶级的那个铂金版要到279万、哦、对，那这两者哦，222万跟279万的差别主要差在轮圈尺寸，没错、哦、然后还有一些内外观的装饰套件、嗯、然后天窗啊，感应雨刷啊，抬头显示器啊，然后座椅电调记忆通风皮质这些、嗯、然后还有第二排的腿靠然后还有一个后排的11.6寸大萤幕，没错，对，它是今天这三款车中唯一一个有标配第二排大萤幕的车型，影音娱乐的功能，是是是，其实这对于因为我听过太多朋友讲，因为身旁有蛮多朋友都已经有小孩了，有小孩子的家庭，对对对，他们都说这个萤幕很深得他们的心、哦、对，因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只要影片放开，基本上小朋友就不吵了，他就不会一直问说还有多久到了没，怎么这么远，还要几分钟，爸爸这个阿姨我没看过，不是他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对，那Sienna 的动力它一样只有一个选择，就是 2.5 升的这个 Hybrid 动力，没错，那总效输出呢可以来到247匹、嗯、那油耗表现呢是 18.7公里每公升，比之前好了啦，对、嗯、好蛮多的其实，对多了，对，那它也是今天这三款车唯一一个提供就是油电动力选项的车款、嗯、因为这车最近真的很火红、嗯、所以我有去看一些讨论，就是可能前代车主的讨论，他们其实最多的质疑的声音是说，
因为以前旧的 Sienna 是 3.5 升 V6 当家的 V6， 对、嗯、那那个动力输出其实还蛮不错的，爽快的，对，很爽快、嗯、那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现在换成 2.5 升油电会不会差很多，我记得之前是299匹吧，现在变成247匹，对，247匹，对、嗯、对，那但实际因为我已经有实际开过了，我有实际试过，你觉得呢？我觉得真的落差没有想象中大，我也这样觉得、欸、对对对，不过可能有一个点我们两个没有试到，就是我们没有满载啊，啊，是是是，对对，但是如果以我们一个人开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动力反应是快的，是，而且之前的油耗很惨、欸、很惨，原厂好像十多一点点，对对对对，那你实际开的话，对，当悍马在开、欸、对对，真的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取舍大家就是右脚轻松一点，你载那么多人这样开那么狠，等下后面打你对不对，也是不好啊，对，但不过现在这个要真的你大力踩下去，其实我觉得它整个动力输出，因为毕竟电动马达的低转反应还是会比引擎好、嗯、对，所以其实它在起步上我不觉得说跟之前的会差太 多，我觉得那个加速感还是有的，对对对对对、嗯、当然可能就有可能像你讲的满载的状况或者是高速，对啊，对，这个高速可能是真的很高速这样子，对，就是可能已经超过、欸、我发现我跟高铁一样怪对，就是可能已经是超过速限范围，对，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子做啦，对，违法违法，对对对，但是说可能差异会出现在这两个地方，法定速限内基本上应该不会差太多，是 是，但是你的油耗可能会很有感，会好很多、嗯、对，会好很多，因为像你刚刚讲到说前代它的测试值是大概十多嘛，对，我记得是，对，然后现在是 18.7 嘛，差很多耶、欸、对，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通常我的习惯是我拿到车之后我会把那个仪表板的油耗归零，对，然后用我正常的开车方式去开，然后开那很狠，对，然后开，因为开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那个数字真的是我印象中啦，那个时候旧款 3.5 V6 的个位数，哇塞，然后而且那个个位数是那个是五以下。五以下，真的是五以下，哇塞，我都不知道法拉利有出 MPV， 但他那个 3.5 升 V6 的声浪其实蛮好听的。说真的，那颗引擎真的是不错，那也不是，那也为什么 Toyota 这个喜欢这个品牌，一直很喜欢那颗引擎，对不对？精致度有，性能表现也有，对，对不对？以前 Cameron 用那个时候还说是什么高速公路冷安静杀手，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车内声浪，其实那个 V6 声浪到现在还是会印象深刻啦，嗯、对，尤其是在这种MPV 车型，你听到这种声音，对，那好冲突、哦。那现在换成这个油电之后，我也做了一样的动作哦，随随便便都是十以上，都是十以上的，对对 对，那我觉得很适合你。那也是这样子，就加油不用加那么痛苦，对不对？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以外，你觉得 Sienna 还有哪些特色是让它可以在、嗯、对？还没跟大家说 ，Sienna 虽然说价格最贵的，对，不过它接单也。接破直接冲破750张，真的很厉害。对对对，那到底他为什么会一样可以这么吸引人？好，我必须要说，因为 Toyota 其实在 MPV 的市场上耕耘蛮久，除了 Sienna 以前我们还有那个 Previa、嗯、对不对？那甚至再往上一点还有 Alpha， 是，那 Lexus 还有 LM， 是，那 Sienna 到底是差别什么？因为其实 Sienna 当初的发展背景就是以北美市场家庭使用嘛，是，所以你如果觉得 Alpha 有点太商务气息，或者是你觉得它有点不大像你家庭用车的话， Sienna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你知道北美市场取向代表它的空间都是要符合北美人的体型，就是比较大家，对啊，就是上个那边可能就是高中生的身高这样那我呢就是好算了算了，对啊，所以说它的空间使用上，而且它是以家庭目的为取向，所以它在这个基础上原本就很好好，那再来我说到这一代的改款，这一代的改款外形上跟上一代有明显的差异，上一代就很家庭，这一代有点嗯，前卫，对，太空感，对，对不对？对。可是它车内我觉得很厉害是，如果我们刚才一路介绍这三台车，你都有实际去看过，你会发现在整个空间的运用跟配置上 ，Sienna 真的很聪明。是，比如说以前排来说，你记不记得它的中控台中间不是有一个类似置物平台？对。然后中间还放了一个无线充电座。是。我那东西就可以放很多了，对，对不对？然后再来是它的中央扶手、中央安座这一块它是双层的，是。所以你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下面也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加上车门很大的置物空间，所以我们先不要讲什么科技好了，如果
说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使用的，你就小朋友很多小朋友或者是你出门啊，叮叮咚咚一堆东西，一上车你就会笑，哇，好多东西！你只要记得你东西放哪里的话，都不会是问题。对对，因为我们上车的时候，家庭使用什么东西最多？一下奶瓶啊，一下小孩子的 iPad 啊，或什么东西的。如果这样让你在空间上运用这么好的话，你会觉得很喜欢的、啊。是，对啊，那再加上二三排的空间运用。会这么好，而且它这次还新增一个蛮特别，是以前我们用足梯感应都是用在尾门嘛，对不对？它这次用足梯感应也用在侧滑门，是。就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手上因为抱小孩，或者是你买了很多东西，你手腾不出来按遥控器或者去拉把手，用你的脚，你脚总不可能挂东西吧，对不对？你脚去扫一下车体对应的感应位置的时候，侧滑门或是尾门就会打开了。是，这个也是完完全全的去对应家庭使用买家所设计出来的功能。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改款，虽然说刚好面临这么多对手，但是我觉得他的优势原本就有以外，加上他的品牌以及你去看他的整个空间的运用上，相当的灵活聪明，而且关键是他空间很多运用，他绝对不会让你看起来丑。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为什么可以接单接这么多，我一点都不意外。嗯嗯，对，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 Others 也部分漏讲了一个，那 Sienna 部分我们还没提到，就是其实不只是 Carnival。就是 Others 跟 Sienna 他们的 ADAS 就是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其实都是很完整的，那像 Others 的话就有他的这个 Honda Sensing 嘛，对，那 Sienna 部分呢就有这个新世代的这个 TSS， 对对，那他这个 TSS 他在 ACC 的部分也是有提供这个 Star and Go， 对，就是可以全速域的这个主动定速巡航、哦、对，其实说真的啦，现在这些就是百万甚至不要说百万啦、嗯、可能已经大概到八十万以上的车子没有这些东西的话真的是会蛮吃亏的。很难卖啦。对对对。那今天的这三款车他们都有这些完整的主动安全科技的部分。嗯、那当然价差的部分可能就会反映在什么盲点啊什么这一些。嗯、对。那 Sienna 的话我记得是没有啦。Sienna 它好像这部分两个车型都是一样的。对。对，就差在我刚刚讲那些东西。舒适豪华配备。对，然后差在这里。不得不说那个249万的那个铂金版的那个轮圈、哦、真的是有够漂亮，真的、哦、对，因为我记得它跟上一个版本差很多，上个好像17寸，对对对，它是20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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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虽然说可能未来的养护成本会高一点，可是真的很漂亮，而且名声又取得好，老婆拿铂金包，老公开铂金版，完美对， 好，那今天这三款车呢，其实虽然说 Carnival 价钱有比较亲民一些些啦，149.9万啦、嗯、对，但如果假设啦，就是你真的有多人承载的需求，但是预算又没这么多，对，那还有没有选择？就坐公车啊，不是？当然，司机。我们一开始上一集我们就有说，最近就是 MEV 爆炸，是。其实还市场上还有个集具叫 LCV 啊，就是说你可以家用，像我们刚才这样讲，它都没问题。但是它偶尔也可以商用、哦、它的空间运用上，或者是它的用料材质可能比较耐用，可能不会以豪华为取向，还是有比如说之前的福特的 Tourneo Connect 叫做福特旅玩家，我们都说现在福特有旅氏兄弟，第一个叫旅行家，是比较大型的嘛，第二个就是旅玩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它其实也不到五，不算五家，我觉得应该可以算七人坐三排了。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录音当下，其实我还去参加一个福斯Caddy Maxi 的一个叫做媒体预赏会，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三季就会引进这台车，因为全新一代了嘛，之前都已经完售，新一代我觉得很有竞争力，它的起价大概是接近130，大概是128万左右啦，是，那换上了新的 NQB 的底盘啊，然后第二排第三排都有空调出风口，我觉得其实是很有竞争力，而且它是 1.5 跟 2.0 的柴油， 1.5 汽油跟 2.0 柴油，是不错，大家如果没有这么急要买车也可以等，如果说你觉得这两台都还没有符合到你的需求，还有一台我觉得很推荐，就是那个法国车啊，Citroën 的 Blingo， 我们就叫布丁狗嘛。对对，这台车你不要看它好像Citroën在台湾比较小众，但是布丁狗这台车真的是他们现在的招牌狗，哦不对，招牌车，金鸡母招牌车，招牌狗听起来怪怪的。OK， 因为它的空间运用度上也好，而且它因为我们开过这台车环台过，你会发现车看起来大大可爱，可是操控真的就是法国车的厉害，而且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其他车都没有的，它的后尾箱门，它的玻璃可以独立开启啊，有这个功能，有时候拿东西不用开整个门。嗯嗯，对，那如果你要这个功能，如果你不要 Blingo 的话，那可能就剩三系列旅行车喽，哦，就知道这个门多有价值喽。对，所以这几个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像有些自营商可能家庭用、平常可能是自用、商用，这个可以在中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对对对，好，那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哦，到底最近这个很夯的 MPV 哦，有哪些选项哦，然后各自的优
优点优势又在哪边哦？那希望呢能够对这个最近有在考虑要买 MPV 的朋友、哦、有帮上忙哦。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上任带你上车的朋友呢，请记得按下订阅。那如果可以按下五星好评的呢，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不管你今天对今天节目呢有任何问题或意见啊，也都欢迎在留言提出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哦。那我是尚恩，我是小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